我们今天用这款每小时可以达到60公里的遥控高速越野车，通过这个物理外挂，这个飞火台，我们飞到马路那一边去，中间有个1米高的一个隔栏哈，我们看看能不能飞过去。来，咱们看一下，通过这个起跑线，然后通过这个板，然后飞到这边。来，把镜头拉过来，看一下，中间啊有个这么高的，可以看一下这么高的一个隔墙啊，看看能不能飞到马路对面，看看车子有没有损坏。这一款车子是合金底盘的，非常的非常耐玩，抗造。我们先试一下。想必要去动伴你呼吸，天窗玻璃打开我的身体，整理一起深受下这一种业绩，所以不呼啸而过刺激，所以我在中文飘逸，加足了马力，飙到底看真戏，零到100公里谁敢突破围堤。给大家看一下车子有没有损坏啊？看它底盘磕的满是伤痕啊，车子是一点事情都没有。